走到了一处花园，从这面的一个洞口过来。然后我现在去前面看一看，你看我这汗。这边有一个人影人偶，呼，受太阳了。登山是件累活啊，今天我这膝盖轮胎刚养好，今天又登山，可能一会儿会跪在这儿。啊，这边就是缆车的顶上了。OK， 那我们去那边走走。那几个韩国人，韩国女的太他妈丑了，好看的都当明星去了。